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葡萄酒的鱼木曜小铃铛。嘿，小伙伴们，好，我是小铃铛。好嘞，欢迎收看我们最新期的《奥特曼传说》第二季。感谢小伙伴的收看，小伙伴观看我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评论、订阅和推荐哦，谢谢大家。谢谢。来吧，咱们先回顾上期视频的剧情啊。上期视频咱们是制作了召唤神光棒，召唤出来的迪迦也太强了，我的天，综合属性都特别的高，攻击力啊、防御啊，还有速度。那么咱们这期的话，迪迦部分咱们还有剩余一个东西没做出来，就是这个什么炎魔战士跟审判之炎魔，右键使用之后它会变成艾洛德人，艾洛德人的话也算是迪迦的死敌吧。炎魔战士基里艾尔为了具有与迪迦相匹配的尺寸进行战斗而变身成的巨大化怪物，战斗力与迪迦复合型，然后在战斗中接连施展高速格斗技能，对迪迦复合型步步紧逼，凭借火焰彻底压制了迪迦空中型，并将其逼入绝境，最后被获得了那个什么居间信任声援和涌起了力量的迪迦被击败。首先咱们得制作出来这个死于丧尸病毒感染。什么情况？你干什么了？刚刚被僵尸咬了一口。等离子光轮咱们得先做出来，它需要那个这些材料好像都有，我记得有个怪兽是掉过的。花岗岩、散长岩、平滑石头，平滑石头没有，把石头放进那个放进炉子里面再烧一次。我有，给你。OK， 那我就只做一份出来了。可以啊。四个铁锭，然后我把这个做出来之后。你变身成迪迦，咱们两个打一架。OK。等离子晶魄。OK。这个得做两个。好。然后是这个什么，炎魔战士。炎魔战士的话，它需要用到那个烈焰粉加下界。下界炎你有吗？下界炎我看一下啊，也就是之前的地狱炎。没有地狱炎，我去挖吧。哦，我这有，我这有。还需要炼粉，炎魔核心的话咱们这里有挺多的，然后再继续给他那个，我还得再做一个，再继续升级成那个什么审判之炎魔的话，它需要那个，需要远古方碑。远古方碑的话，咱们得挑战那个左家也算是那个迪迦的对手，所以咱们变身成迪迦挑战他吧。好，等一下我先整理一下背包。好 ，OK。或者是咱们用召唤迪迦挑战他。我先变成闪耀迪迦，就召唤迪迦。切！这就是真正的光。他现在应该是跟着我的吧？好像还没。右键。我直接召唤他了。左家，打他！哇，他会飞起来！我多召唤几个。好烦！闪缓神盾，闪再拍利奥光线，切！干掉一个。直接。闪爆裂，没打中。
哇，好鸡贼啊！这个左架，他飞下来打你一下，又迅速飞到空中去。不过没关系，咱们可以制作这个东西。他远古方杯的掉落几率有点低。好吧。可以制作那个什么飞行能力，咱们右键之后可以获得50秒的那个飞行效果。需要用到适配修姆物质等离子晶魄，适配修姆物质，看一下这里有挺多的，还需要梦影珍珠。咦，它没了，哪去了？哦，等离子核心，完了，咱们等离子晶魄不够。好吧，怎么办？等离子核心这里有一个。两个，只可以做一个出来。那你做一个就够了。左家呢？都够了。嗯。哦，这里还有一个。好，飞行能力。哎，可以做出来。就你会飞是吧？又没掉，但掉了这个怪兽冤魂。这几率也太低了吧，好像是的。给你。好低。什么东西啊？等离子晶魄。那我还要等离子核心。等离子。行吧，咱们暂停一下吧。好的。好了，材料已经够了。下界合金锭，下界之心，还有墨玉水晶。打你 OK。 他这个可以那个变身之后还可以转换成那个其他两个形态吧，我记得。来吧，你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先睡一觉，咱们俩的战斗不允许他人打扰。OK， 你先变成普通迪迦，我变成炎魔战士。普通迪迦需要这个神光棒，我这给你。我还冷静。来，那边有个什么东西。好，变身，看一下有哪些技能。炎魔唤醒，浴火放射，灼烧炼狱，炎魔唤醒，浴火放射，我没打中你，灼烧炼狱，反正我自己烧起来了。我怎么回事？浴火放射，我怎么回事？刚刚你被我打中了，你刚刚变成那个空中形态的，你变身之后。神光棒拿在手中 ，Shift 的右键可以切换形态。那我现在要试一下。好了，再来，我这换形态时间还够。等一下，我这个冷却还没够。你变成力量型吧。好，力量型了。变身啊？嗯，已经是力量型了呀。在右键啊，你要右键变身啊。是。不要 Shift 的右键。哦，要按住 Shift 的右键，然后再按一次，是吧？肯定啊，你现在又变成空中形态了，是吗？你不要这么无情好不好？在剧中本来就是啊，你空中形态被我步步紧逼，然后我要变成力量型才可以，对吧？好嘞，等一下，真正战斗的时候会给你时间吗 ？OK， 我现在是力量型了。啊、力量型是吧？过血，谢谢。炎魔唤醒。哇！被光线打中还是不行。好，我来变成那个审判之炎魔，然后你变身成那个
应该不是闪耀迪迦吧？闪耀迪迦太强了，根本就打不过。嗯，我变身了。那我就这样吧，来吧。等一下，我身上有效果。哎，哎，我怎么在扣血啊？什么情况？病毒了，左上角是不是、啊？我感染了。等一下，这方块不能踩。好，审判之炎魔。哇，四个技能，我还可以切换其他的形态。我看试着，首先来打，炎魔唤醒，浴火放射，灼烧炼狱。你打不中我。圣火。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不行了，眼睛看不见了。浴火放射。等一下，换个形态看。OK， 第二个形态。我这个光线都对你没什么伤害。浴火放射，技能，等一下，多了个技能，基里埃洛之刃。你哪去了？在这儿、啊。基里埃洛之刃。手掌。你是手掌关系有点过分啊！不行，你这样近战打我。炎魔唤醒，好痛，好痛。浴火放射。我再换个形态，哇，好帅！我长出翅膀了。看一下，好帅哦，这个翅膀。又多了个技能，我用这个吧。基里埃罗之翼，应该可以飞了。哇，我可以飞了，羡慕。圣火。进来，鲁智刃，不能被你光线打中，打中的话，应该会被你秒杀。炎魔唤醒，哇，好疼！刚刚一个什么技能打的我？就是普通的技能，叫什么技能？我没来得及看，我看不了。你跳起来，我也打不到你好吗？哪去了？进来，鲁智刃。什么？闪耀炸裂，闪耀爆裂吧，爆裂！浴火放射，我飞不起来了，飞行效果消失了。你没有能量了。啊！哇，你回血回的太快了，你变身效果消失了是不是？嗯，不知道哎，我没有注意看，小伙伴可以看一下。你刚刚已经没有那个没有装备了，要不然的话我一拳打不死你的。怪不得呢，我这上面那个。他在飞，浴火放射，哎，我变身效果也消失了，变成炎魔战士，炎魔唤醒，浴火放射，你这不变成邪恶迪迦了？嗯，是的。激活下飞行能力，解决了。没打中你，老是想偷我屁股。我的形态，他最后一个形态变成那个什么，背后长翅膀，好帅。把东西放进去，重新冷却一下。谢谢的邮件，现在速度好快。哦，你这个好讨厌，在我们家待着干什么？你现在是邪恶迪迦，你可以干掉他。好，你是反派。走吧你。好，另外一个形态。再变成第三个形态。哎，你看我身上的翅膀。那、看一下。使用这个技能之后，我就可以飞起来了。挺好的。基里埃洛之翼，飞行有50秒，也有50秒。nice， 你看这便是闪耀迪迦，空手打我，看我防御怎么样？是这个吗？他后面有个闪耀啊。
给给给给给给。变成。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东西？哦，我变不了。那你刚刚变成了什么？我刚变的是胜利火花临近的那个什么什么永恒迪迦。你变成的是特利迦吧？哦。哦，是特利迦。服了。他两个都是夹子。重换打一下，真的是。他们俩不都有个夹子吗？我就认错了。浴火放造。我还没开始呢。灼烧炼狱，先让你烧起来。打不动你，你能不能不要往后跳？飞行能力。不放走，闪耀暴力，炎魔唤醒，哇，着火了！我空手打你一下都不疼好吧？我空手打你一下，我好疼！你再靠近我，我告诉你我要动手了。等一下，我再换个形态。动手了！艾罗兹，哇，好疼！闪耀迪迦还是打不过。确实打不过闪耀迪迦，我就说你刚刚变成的那个什么闪耀迪迦没这么弱啊！我记得闪耀迪迦的防御特别高，你看，我现在空手打你基本上不掉血。我看他有个夹子，我以为他就是闪耀迪迦。真的是，来吧来吧，咱们结束这一切了吧？嗯，好的。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咱们这条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小伙伴们收看，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